看这一题，他说 M 三十一啊，仙女星座系啊，仙女座星系啊，距离我们居住的地球约250万光年，利用哈勃定律哈，估计仙女座星系远离地球的速度多少？约多少？哦，远离地球速度哈等于 h 零。哦，哈勃定律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那个哈勃常数是70公里哈每秒，安每百万十的四六次方 pc 啊，那乘以多少呢？乘以 r 的话是250万光年，四次方光年。哦，啊，一个 PC 等于多少？一个 P 是3.226光年，约啊，它的光年可以约掉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把它除一除，除一除的话就是7乘以这个多少？25好了，它再除以3.26，等于多少呢？53.68。大概是53.7，乘以10多少呢？这里有2个0，加4个0就6个0，减掉这里有6个0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多少呢？公里，哦，这个已经消掉，剩下这个单位公里每秒，所以是53.7公里每秒。好，这是仙女座远离我们的速度了，53.7公里每秒。